要查三年前的案子，把吴振峰父子的案子全都查清楚。3年了，这都结案了，你怎么查？查进度大队3年以来的案卷。我今天送吴振峰去戒毒所，我认为他舍毒不慎。而且按照黄文林的交代，他这次回来是代表蒙卡跟 K 谈生意的。至于谈什么生意，走不走读，我不知道。 但是可能是他的套路。我能确定的是，他其实一直都在找关于他父亲的真相。我怎么觉得你一说到这个吴振峰，就有感情啊？有吗？不是，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吧？我想查3年前的案子，把吴振峰父子的案子全都查清楚。3年了。 这都结案了，你怎么查？查进度大队3年以来的案卷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吧。3年，多少案子都是定案的，你重新查那得多复杂。咱先不说这个，就说抓黄文林的事儿之后，我觉得哈，刘队肯定不能同意，对吧？那也得试试才能知道吧。那至少我一个人肯定不行。你们帮不帮？ 你心底被认定把我是毒贩，这个故事在你的脑海里边已经把它编完了，是吧？我相信你们警察一定可以把这件事情给查清楚，而且我一直在配合你，对吗？只要你证明我父亲是清白的，那我就是清白的。 不管你是不是在查你父亲的死，但你在外一定是涉毒。我相信你一定没有把你知道的事情全都告诉我，所以，你愿不愿意用你的不清白换你父亲的清白？